自选秀节目《超级偶像》出身的歌手谢伯安，今年较少推出作品，不过仍活跃于社群，与粉丝网友们交流互动。他于本月5日迎来25岁生日，也透过 IG 现实动态分享了银行 APP 祝他生日快乐的截图。然而当时他的户头只有3元的存款，笑称银行 APP 的生日祝福多数时候都很不适合。不料没过多久，他就收到1笔300元的入账，但是完全不知道汇款人到底是谁。谢伯安认为对方应该是看到自己的现实动态，于是转账给自己惊喜。然而他却直言，不是任何钱都会让他快乐，只有拿到自己努力赚的钱才会感到快乐，而且赚钱不容易，因此请对方私讯自己索回300元，否则他会捐做慈善用途。似乎对于这样的匿名转账感到不太高兴呢。